那我们从这边进来啊。美丽的索洛河，是不要惊动他，不要惊动他。那毛，然后大家就一起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不要管这么多，不是很机车哎，干。靠背了，靠腰，靠腰。大哥大嫂，过年好。这现在是在干什么？不知道啊。这现在到底要跑机车呢？想怎样？怎样哈？搞什么东西的了？像微风吹过我的大，大头儿子吓着爸爸，转眼儿子头更大。